漂亮的哈、哦。那其他后面的话就是很变化不大的哈、哦，这样的一个峡湾的一个场啊、哦，就是两岸的一个风光。贵很多，所以呢，都是先到家里喝到快一半之后呢，然后才去那个啊，这个再补喝一下了哈、哦，就是说也感受一下那种酒吧的气氛。现在很原始，但是很多人越是那种少人族，走到哪里呢，就是呢住到哪里，然后这个吃到哪里，所以呢，很多人这些欧洲人呢不是他们的对手，不是很费力。哇、哦，这边呢一片宁静的湖泊区啊，上面虽然产生一点点的涟漪，但是并不影响整个风景这么漂亮，这么绮丽。在房子上面呢，点缀着红红的哦，这个是颜色，再加上绿绿的哈、哦，这个草原。啊，如果再出现几只牛在旁边呢，就更漂亮了。然后你到瑞典，你到芬兰，到丹麦去看呢，鸟地方啊、哦，原来城市也这么大，而且很多的古迹啊、哦，哇，这还蛮漂亮。这样子，就是觉得说，啊，北欧并不想象的，就是哎，怎么一点都不进步啊？这好像是没什么人的感觉哦。城市里面还是很多人啊、哦，城市就是大，特别是那种比较属于大城。